来今天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演出。从2004年我回国之后呢，一直致力于音乐的教学。那我常跟孩子讲说，我们在接受教育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受者。我们从老师花这么多心力来栽培，爸爸妈妈花这么多心力栽培孩子，那让他们学有一生的这个音乐的记忆。那慢慢成长呢，我也希望孩子可以经由音乐来回馈社会，让他们成为一个施者，用他们最擅长的音乐来回馈给大众，回馈给各位。那希望今天的曲目大家会喜欢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最后一首正式的曲目是《生日快乐变奏曲》，那也借由这首曲子来跟台铁祝贺生日快乐。老师，我们可以跟你们唱吗？哦，真的啊、哦。最后一段可以了哈、哦。最后一段可以哈、哦。我会转过来跟大家 Q 一下哈。哦，是啊、哦，好，老师转过来，我们就一起唱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哦，谢谢哈、哦。我们这有全程录影哦，所以大声嘴巴要张大一点，而且要微笑哦。Thank you.
不要。所以我们火车继续开，有这么好听的音乐，你会怎么样？根本不想下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火车台北要下车的，请你下车，但是我们都要坐到树林。所以老师 ，uncle。哦，我们坐树林，还要坐到怎么样？坐到高雄。